Hello， 大家，我是 Crystal， 今天是周五。今天要去哪里哦？生日周末小 party。Pavilion 的店终于开了。我们现在要先来买一点 groceries， 然后回去 Airbnb 住。Sorry。Yeah， 还要找 kimchi， kimchi 在哪里？我们的晚餐，耶，买单。Done with our grocery shopping， 来要煮给我们吃哦。不要，那我们的 service， 他还帮我们带去带去我们的车，因为我们太美了，是因为我们太美了。不知羞耻。这个我太美了。The cattle 的服务也太棒了吧。OK， 我们现在要去 Airbnb 开始准备晚餐。出发。哒哒，我们到这儿。耶，辛苦了。今晚就住在这边。我们拿这么多东西 ，Oh my god！ 我们都是 Superwoman， 我们是 Superwoman， 因为我们的朋友没有用，所以我们要自己帮自己。Can 用 ，useless。电梯出来直接就是我们的 Airbnb。Hello。客厅有三间房，这边有一个小厨房，这边。一张双人床房，夜景超美。外面看出去的风景，远处每天都这样出来的啦。远处的双峰塔，这个饭桌，另外一间小房，然后客厅，还有另外一间房，总共三间房。Crystal 说要加多一点 gochujang。好辣的感觉，一点都不辣好吗？我看我怕辣哎，不辣不辣，别怕别怕。Welcome to Crystal Cooking Show。要煮鸡酒，看感觉哦。看，要煮鸡酒？看感觉。那你可能，这样现在的感觉是怎样？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部队火锅可以开吃啦！耶、yeah, ，好饿哦！这是刚刚在 Kelchon 打包的鸡，打部队火锅。Let's eat。No. 其实就咸鱼。咦，嗨！终于要吃晚餐喽。好吃吗？太好吃，好吃。I mean it's you again. 又是我。Sorry， 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tube 来吹，所以我就连上去吧。真的是 SOS， 真的是 SOS。哇 ，Thank you， Welcome，Happy Birthday。这什么？在床上哎。那个 cake， 很可爱哎。下来的吗？那我才看到 SOS。怎么又是个？Yeah, I also. 我要出去的时候，他跌了这个，然后所以我就很努力的，随便点，我就跌了。我靠！我跟你讲，我这样子他真的一直跌。然后我想讲哦，你们连什么东西？不要害我了，你脖子拿不回了。没有，我什么都无所谓。真的可以，
可以。因为我不是跟你们讲那个 rules 吗？ Do not stick。可是我心想，其实你们也不会 stick， 不用紧啊。我就想不用紧啊。Hello， 他很认真啊，不要跟我讲 hi， hi， say hi， hi， hi。The cake holder。OK， don't， 他还慢慢的念。我在哪边？是哪边？是哪边？我 stress。The planner。Stress of the planner。Trees.
后对这一家 Airbnb 的观感不太好，太多规矩了。那店是一百年未来耶，啊，我觉得这地方真的是很烂。它太多 rules 了，哎，对，就这很不方便。整个 building 是那种很奇怪的 structure， 而且还要讲11:30，如果我11:30不还房间，然后还要 charge 我50块。这地方真的有点奇怪，不会再来了。这个 parking 到房间里真的很难找。第一次住 Airbnb 有这样多 do's and don'ts。对，它的 rules 很夸张啊，这什么都不能做。最好是 you have been a few feet clean 的 ，no， 那么 clean 的 place for you。我觉得还我一点都没有被欢迎到，我第一次住到这样的 Airbnb， 我觉得非常的怒。